我昨天已经讲清楚了。我这样一再回答清楚，有关于新竹市的事情，当然新竹市议会要去监督，不会他们自己去监督。那有什么问题，那都是新竹市的事情。当然已经不是立法委员了，我是在立法院做立法院的事情。我也希望就是说他自己要好好去面对官司，这是大家很清楚的事情。也希望就是说他已经当市长了，就好好把事情做好就好，不要再做选举政治的操作，这是肺腑之言。我昨天已经讲清楚了。我这样一再回答清楚，有关于新竹市的事情，当然新竹市议会要去监督，不会他们自己去监督。那有什么问题，那都是新竹市的事情。当然已经不是立法委员了，我是在立法院做立法院的事情。我也希望就是说他自己要好好去面对官司，这是大家很清楚的事情。也希望就是说他已经当市长了，就好好把事情做好就好，不要再做选举政治的操作，这是肺腑之言。